咱家荣是个英雄，这回任务他救了七个人，两个都是孩子。首长跟我说，家荣平时训练就很刻苦，他是一名合格的军人。 面对这次任务，为了国家的财产，为了人民的生命，他义无反顾地冲进了火海。忠孝不能两全，这娃牺牲是为了国家，为了救人。他不是共产党员吗？光荣着呢。